灯喽。来，开始。我要用水滴筏测试锅子的温度。这样可以吗？不能。还不行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有水是不是？嗯。你手上的水啦。烫。你小心哦。好了，不买。你中间。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，关火好不好？关火，好，给我们看一下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我要加粉给你看。差不多了，半熟。拍哦，这样可能不好吧？如果你想拍，它蛋黄都没有熟，它蛋黄都没有熟哎。有的人喜欢吃没有熟的蛋黄，你喜欢吗？还好吧。哦，我还蛮喜欢的，我小时候很喜欢。